Hello， 我是江江。连假当然是要出去玩啊！啊，今天刚好路过这个逢甲夜市啊，这个有个超大扭蛋机吸引我的目光啊，旁边好像还有好几台贩卖鞋子的贩卖机耶，蛮特别的是店内还可以试穿。这边有一个百元贩卖机耶，咱们就来清台吧。声音呢？有，起码来个大奖。哇！会生蛋，这只鸡，据说会生蛋出来。哦，来看看一下，来，这个鸡。哦。真的生蛋呢？真的生蛋，好可爱哦。哎呀，哎，是什么？哇，香水。香水哦。哇。太豪华了吧？对啊。开啊，可以开吗？是什么品牌？我拿回去用好了。好，拿回去用。好好好 ，OK。送老婆好。要把那一排先清掉。清掉。哦。哎、欸，有张纸。哦。送什么？皮克斯。哦。大眼怪玩偶。酷了哦。等一下再去领。等一下再去领。好好，这个先收起来。好，收着。是是，最后一个了。哎、欸，不会一次连续中吧？哎、欸，真的，晋级的巨人，晋级的巨人啊！哇！哇塞！是什么？哇，又是大奖！哎、欸，你一次中三个哎、欸！三个大奖，超好。试开两个，哎呀，有什么？那什么迪士尼的？维尼熊的搅拌棒。哦，掏耳朵的。啊，掏耳朵的。哎，头会动哎。对，头会动。这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有点怪。太诡异了吧？钉钉哦，钉钉哦。要大马赛。这也有。那这一排是什么？乐狗。怎么有乐狗？那可以吃的吗？搞笑用的，好吃吗？对，硬的还软的，很软。哦，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是食玩的东西。哦，造型橡皮擦。哦，擦子啊。万圣节的小物啊，真的，好像是太阳能的，太阳能的，对，哦，是不？哇，超人的钱包，超人的钱包，超人的钱包，哦。又是一个。寿司的造型的橡皮擦，抽一组了。哎，这什么？林采缇的耳机。林采缇的耳机啊！我那是送给他粉丝。这是什么？再打开看。再打开看一下哦。这个什么松鼠啊？好可爱！松鼠的公仔。哦，公仔啊！公仔。哦。太好了。看一下这是什么 ？mini 口袋麦克风。哎，麦克风哎，这很不错哎，蛮屌的。哦，歌一唱歌。开奖！开奖！哎，这怎么那么大？这是圆圆的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钥匙圈的样子。是吗？不是。它上面有写什么？上面的英文，看上面的英文字啊。
麦克风啊？啊 ，Candy Music。Candy Music， 可以放音乐的，应该是音乐麦克风之类的。哦，那个一个喇叭。啊，对啊，是喇叭，是喇叭，喇叭，酷哦。哦、oh, ，Snoopy 的充电器啊，充电器，哎、欸，这不错哦、啊。还有造型的。再哎，巴布辛普森。辛普森家。辛普森啊，这是什么？辛普森家庭的贴纸哦。贴纸。哦，这很少看到哎。行李。可以放贴纸哦，可以贴行李的。哦，不错哎。大战的钥匙，哎、欸，这很酷哎！锁孔，哇，这个很重吗？蛮重的，哎、欸，蛮重的哦。实惠票价，这个东西不便宜哦，不便宜哦。赚到了，赚到了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盆栽哦。哎、欸，盆栽。按摩的、哦。按摩盆栽。按摩盆栽。这酷哎。对啊。这什么？口红哎、欸。口红啊、哦！你看一下。是一不是，对啊，迪奥的啊，迪奥的哎，哇，这也可以放哦，哇，这很棒哎，很酷喽，看一下，这是大眼怪，哦，这也很可爱，迪士尼的，然后那个是防尘的。看一下，哎、欸、哎，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这个很适合你哦。歌博翠的护手霜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太棒了！香蕉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死魔吧？死魔啊！你看一下，翻过来。死魔，这个打开。死魔。不会吧？欸、真的有哎、欸！哒啦，这个是这是什么？指甲剪。指甲剪哦。然后是那个怪兽大剪。哎、欸，哇！这个是蜘蛛人的百宝袋。加油！哎，好了，最后一个了。这是什么？口罩。口罩哦。隐形的口罩。哦都有迪士尼商品的，这次抽宝还蛮意外，一次中了三个特奖，感觉这里的东西都还蛮优的哦，而且都是卡通相关的，不像台北某个店啊，开出来还有十元的饮料哎。你有曾经抽过百元机台吗？或有比较有趣的经验，欢迎下方留言给我哦。